人王，恭喜曾俊俊。会长、秘书长、长官、教练、各位学长、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很开心也很开心拿下这个奖项，谢谢媒体朋友们的期待，也感谢人王信任我，给我很多机会让我在场上表现。再来要谢谢富邦集团长官、富邦球队领队陈兆武领队、长官、教练团、防护团队秦周，还有队友们以及球迷，还有我的家人们。你们都是我在场上奋战的动力，我会继续在场上保持这样的表现，明年我还是会继续。